你们的呼喊声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就为大家带来这首年轻人喜欢的歌。喝东西的时候呢，就会转身，然后再放掉。就是呢，我只是在演绎而已，不关你的事。早期呢，就是我们有阿美族有换工，就是因为地很宽很大，那这个，所以工作的时候呢，因为以前没有钱嘛，没有使用怎么讲，还没有使用那个叫什么？硬币不是硬币，那个叫什么钞票，还没有开始流通这个使用金钱这件事情的时候，还没有使用货币的时候呢，大家就是互相的帮忙，我们叫做换工。那今天这个地方呢，的工作完成了之后，我们就要到另外一个地方了。的前一个晚上就会唱这一首歌，我们把它叫做务农。转场歌，转场，转场，对，换一个包厢的感觉。对，然后可能又在那边继续工作一个小，不是一个小时，一个礼拜啊，或者什么的。然后，这首歌曲我们是听我们的风福明老师还有吴叶子老师，我们在他们家的庭院听到这个非常好听的歌曲，那我们也把它学下来之后呢，也跟大家分享。那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这首《务农转场歌》。Oh,
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快，那接下来我们要带来的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。